藏起来呀？不知道女孩不能乱亲的吗？亲了就要负责的。你不要想太多，你就像个世纪人家的小姑娘，只会调皮捣蛋玩弄别人，总是爱作弄人，却不能别人作弄你一下吗？我是逗你的。姐，我有那么不好吗？你是一个郡主，哪有一点郡主的样子？不好好待在宫里，跑来这里干什么？看看这周围的眼睛，都是吃人的鬼！回你的宫里去，不要再来找我！一句话吗？那是你欠我的，你还没有还就想死啊？那也太简单了。